10月28日，中韩双方移交43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。中方派运20飞机接运英烈回家，并将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安葬仪式。从2014年起至今，双方遵循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， 已连续11次交接981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，山河如愿，英雄回家，忠魂不泯，浩气长存。今天，我们以国家最高礼遇迎接烈士回家，请相信你们的牺牲与奉献永远不会被忘记。 也请相信，我们愿化作你的眼睛，替你看遍这锦绣河山。